阿姨，我想请问一下，目前的环保议题，就是环保钉子和一般钉子的落差，会有什么差别？因为从龙山寺、行天宫他们改之后，现在大家都是重环保啊。因为环保钉子比较快燃烧，比较没有烟，比较没有灰烬。然后进口的钉子都是烟很大，就所谓的比较有毒的那个气体，而且它灰烬也比较多。不用，而且台湾没有纸啊，台湾根本没有树啊，所以也没有纸，都要靠进口的。所以进口进来的传统的金砖都很粗，然后所以它那些灰烬跟烟什么都差很多啊。啊，所以现在它都用环保的、啊，现在大部分的庙不是不烧金子，就是改环保。啊，环保是对空气污染什么都会减少很多，嗯，未来越来越普及吧，还有市场。对，现在以前传统，人家过往会有很多那种很多的那种纸扎，什么金童玉女什么的。那现在我知道网络上很多都那种客制化的，你要预定那种的那种比较精致的。然后传统的东西现在会越来越少，那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那种很新的东西，有那种新的 DVD、新的什么手机啊，还有什么。信用卡、护照啊，然后那种啊，跟什么传统以前的那种纸扎什么金童玉女房子那种的差很多啊。所以纸扎我们一般的只有衣服跟鞋子啊，然后还有一些珠宝盒什么的，
啊，可是如果你要做很精致的话，现在网络上都是那种客制化的话，就是像变那种文创品的话，比较蛮多的、啊。店面不会卖很多，现在店面的纸扎都是一般般的。啊，如果要比较好的话，去网络上面有很多文创的东西啊。台湾的纸，台湾没有树嘛，所以台湾的纸也很少，所以台湾的纸浆也大部分都要进口嘛。所以台湾的纸价本来就不可能会低啊。那大陆的其实也没有比较低啊，大陆现在也是纸浆都进口，而且大陆的他们的工资也进口，大陆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精致啊。所以其实台湾跟大陆的纸的金纸或是纸浆或是什么纸制品都越来越精致，所以也不会比较便宜。对啊，可是我觉得现在是看年轻人吧，我觉得年轻人不是很喜欢烧很多金纸，他们比较喜欢烧比较新的，或比较怎么讲，他们觉得他们比较会现在有用到的东西，就是烧一点点就好，或者只要添香油钱就好了。所以台湾的金纸会越来越少啊。对啊，然后所以现在不管台湾大陆都会越来越做越比较精致。经营花厅小经营元宝，就是锡箔纸的元宝，然后这小金屋元宝、小金条、往生船、往生钱，然后美金、台币、人民币，然后这种袋子装的是去塔的里面，就是这些面东西就配在那个里面，然后直接就是写给往生者，然后等要给他的，等于说是往生者的包裹，就直接烧，因为塔很多人怕被抢，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包起来。那如果一般的坟墓的话，就是这些都可以搭配，然后再加拜土地公，每个墓或是塔都有神明，再加一份神明。就是拜土地公或是地藏菩萨或是三宝，对啊，然后基本上就可以，然后有自己有的花的元宝什么都可以用，然后这些的功用除了就是钱之外，还有就是消应火业障，往生咒是消应火业障，是给那个什么往生的，就是给祖先，然后消应火业障，